这一根是什么东西呀？嗯，剑，你的剑怎么打一个叉叉？蕾丝锤子啦，蕾丝锤子。那是我发明的呀。是我的蕾丝锤子。你的是这一个。不是。还可以当拐杖。好，变转圈圈拐杖。等一下又打到水了。嗯。锵锵。我也看列车站过了。已经做完了，超级英雄特区。还有列车站队啊。超级英雄特区。还有佩佩猪。没有。要攻击呀、啊！可是你吵到楼下的哥哥会骂你哦。嗯。真的。那我打意义就好了。不行，这样人家会受伤。那你要用你的武器抵抗啊。嗯。呀！要很大力打，轻轻的打哦。好。轻轻的轻，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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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这就是他的大绝招，他会把你勾住。看，旋转，看，我看着他的，啊，跳，出来，我打得很激烈，我赢了，哈哈。糟糕，被勾住了，可恶！看我的攻击，滚！哈哈，打到我的手了。你就说要轻轻打，你又打那么大力。呵，去！呵，呵，呵，我哇，怎么打到你啊？这里有，我这里有，乖张变身，轻轻。是。